是三十二一，一个 studio 户型很好，进门这边就一些柜，然后洗手间、浴缸，然后淋浴。等一下，大卫的 hallway 这边有一个 closet， 第二个 closet 了，这是洗衣机、烘干机。这里的空间特别大。这边是朝西边的，采光也很好。这是第三个房子，一个超大。